和魏晨一起合作完成了一首单曲，叫 Good Night My Love。 那这首歌也是专门为蒙牛的奶特量身定制的一首主题歌。这首歌当中我们也用到了一种新的技术，叫 3D 音效。那我们是用 3D 的技术进行的录音，然后最后也做成了一个 3D 的一个环绕的360度的一个音质的一个效果。那这首歌给大家带来的感觉，因为用到了 3D 技术，所以它的整个听觉感受是360度，是全方位的一种听觉感受。这一次是一个情人节的主题，然后也是一个奶特的主题。那我觉得，哎，为什么不把这个谐音放进去？因为奶特的谐音是 night。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用了音乐的方式，把音乐做成 3D 的音乐，让大家去感受整个不同的气氛。情人节也要到了，在这里祝各位可以情人节快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。